全军出击！我很开心，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啥呢这呀？啊！别逼我把墓镜戴上，这只是装饰品，安全的落就是无聊。耗你的血！ 收兵呢？打起来了，积木被办了。本来我这把辅随着辅助了，我先辅助玩个啥呢？不行，玩个积木吧。我操，怎么带的焦灼呀？这没带法力流系带啊？这各击一击学的艺，走个位啊！ 这一打二，这都不墨迹了都。他俩有加血也没用。吸血来，吸血，吸血，吸血！哦呦，这都没吸回来。 割鸡吧！哎呀，死了没事，这也能给换了？再说你早点死，你死怎么办？这双 buff 不没了吗？ 真低呀！这一个女神刃加个多兰剑，伤害是真低。坑你！ 一上来点，收点。哎呀，我操！那割鸡加上寒冰挺恶心呐，一个减速，一个禁锢。他帮割鸡减速就可以变成定身，哎呀，我靠，这么恶心！我才发现有这种组合呀。
可以走。点呢？他在勾引我，我发现。你扛塔来。这是 EZ 辅助吗？这是干什么？挺吓人呐，点他来。来个小加血就完活了。不点了，太累了，回家了。哎呦我撒口，回家了，自己玩去吧，撒口。来个什么呢？我可以要张收据吗？我的会计很能干，只要你有本事。来个三项之力吧。我不想出右装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加洛青羽从不放弃，他是跟我学的。这抠抠歪来，哎呦我撒口给他，建议怎么不着急？30块。哟，吓人！没啥蓝了呀。好定，坏定。考古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发现就是。怎么感觉这EZ说话声那么小？怎么回事呢？回家，不打了。来个三项之力吧，这个卖。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
这把打狗熊我们也可以玩积木，这老猴不给我你知道吧，老猴不给位置就没办法。你就是割鸡吧，割鸡想单杀我，给你狠。那寒冰怎么跑中路去了？沙扣要过来了，来呗，沙扣，没关系。这家伙直接就大了。没事，不用害怕，这都小问题。下路寒冰也不来，我们家上面这是个幼猴啊，日炎猴。加个血，我操，暴击了。哎，我为啥没用E呢？我有E，我为啥不E呀？我怎么不E呢？不应该没E呀。没E吗？刚才有E没？有E有闪，那为啥不E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将来的事，我无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会决定这么。走，帮一波这猴。唰，收了三个兵，干的猴，我到了。大狗熊往哪走？狗熊170啊！下把绝对得来个积木，这把先这么地儿，得整他一把小黄毛的。我总能抄近道。咋的呀，发抖！你不会觉得一个小沙口就能杀得了我吗？啾啾，咋还有个虚弱的？谁带的虚弱呀？我靠！
狗熊带虚弱呀。狗熊可挺不是个东西啊，带虚弱。寒冰1-6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寒冰不值钱呢。谁要地图啊？我们不照他啊，我们照他的话他就跑了。水真凉，有东西碰到了我的脚。先清兵，哎哟呵，唰 ！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骗了个闪，挺好。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Legendary。哎，卡的我扣都飞了。Hello， 寒冰。杀口，又是你这个杀口！我先把你这个二弟给你杀了。老杀口，几波了杀口？还是个至真杀口。谢谢小鱼嘟嘟波的摩天轮，谢谢。还有你，一走点爬换着扣加血。这么难杀吗？投降了，给大家来一波小抽奖吧。